我觉得现在华语市场都是商业电影比较多，然后我觉得我还蛮期待的，像北京国际电影节这样子多一点不一样的电影节，它可以推动一些艺术层面的一些电影，因为有很多很好的电影，其实都不一定是会广为人知的，可以去推动更多更好，然后的电影工作者，他们可以去拍一些有关于比较写实一点、比较艺术一点，然后可以让社会比较可以反思或者是感动的。